好，为什么这么多人抢呢？为什么在中间呢？就是因为上一次我打到一半，把它全部都清掉之后，我存档，然后再读档，就变成这样子啦。好，我们再用修改器一击必杀通过吧。那我们之前在进步两百块工作室啊，都还没有拿一些道具啊，所以我们就先进去这个地方拿。然后我记得有些跟那个工作人员讲话会宕机，也不宕机啊，就是会回到那个主画面。我记得是这样子。然后啊，我们打完进去那个房间再出来之后，两百块人墙又会恢复原状。不过我们可以顺便练功了。啊，不对不对不对，我刚刚没有开一级必杀，我要死了。好，我们通过了。啊，这个三角形啊，这个凹槽是我们的杰作。无言。这个是冰弦啊，那个时候很红，用冰弦的造型那个致意。大家知道这是谁吗？有看布莱切的人应该知道这个人是谁。如果你知道的话，代表你年纪也有了。霹雳冰弦的冰弦。好，那时期有一些布莱切角色叫白马纵横，然后冰弦跟那个天际嘛，我没记错，因为印象深刻。我们先跟冰弦讲个话。如几个人浩浩荡荡前来吃的，我不会念台语。是想今天无聊到的为你吗？说，你只有三秒钟的时间，不言语吗？那就让我见识你手上藏剑的锋芒。我是用你的血来增长武掌中以太的妖道的狂妄吧。欸，靠腰哦，等一下要跟你打架哦。答应他了啊，无败了。果然 cosplay 与本尊的实力还是有一定的差距，果然有来历。 take it 吧，这个东西相信你嘛，真合适。汉家西洋莫辜负我一片心意。得到神秘物品，科学面，靠腰嘞，科学面。无言。腰震破神荒。无言嘞，真的无言。打那么辛苦就拿到歌曲面，大家知道吗？这是以前就是好不容易进到200块工作室啊，然后打这些有拿，对不起，然后这些奇奇怪怪的道具啊，就没一个道具可以使用的，是其实蛮可惜的。可能估计原本是有要设计有功能在这里面啊，可能时间真的不够，所以无法设计。我台语不行，我台语真的不行。哇！这样，哦，那哥太难配了。那个黄大真的是黄文哲先生，真的是很厉害。我不太会说台语，但我听得懂，我听得懂啊，不太会说。很好笑哎，就是那个冰形在这。好，大概是这样。应该每个人都要打架，跟这个讲话，下面这个八极拳。远转角挑打顶招，左右横打，手伸下势，击挡锤，
冲锤，收视，对，就这样，然后重复看，好，可以快转吗？好，跟这个讲话，喂，将竟敢打断猛男的修行，阻碍男子晋升的道路，不能饶恕啊！不愧能抵达这里的人，不过单看这样是不够的。查甫人就是爱用智慧啊，得到物品风火轮改，然后去好好的锻炼，修炼成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吧。可以还可以跟他讲话吗？风火轮改，啥回？这啥回？哎，小宝贝，我们晚上直接去看电影，啊，放心放心，不会有事的啦。嘿嘿嘿嘿。扣一下的。这是好，简单大方，富有创意，又不落俗套。来来来，大家一起试试。我是不是损血了？真的呢。那抠一下是怎样？恶心！啊！蜘蛛人，选手出国比赛得奖是件好事，但是这就好像看电影和拍电影吧。应该先鼓励拍电影，再鼓励人去看电影，做影评人吧。哎，什么时候还能得到政府的大力辅助啊？对，我也不知道哪一个，感觉这个有可能是哦，我猜的啦，冰险不知道是不是。我们看一下这个办公室，很杂乱的，就跟我公司的办公室一样杂乱的。好，这边大家都这样子啊。以前 PUBG 在，应该在 PUBG 冰险那个时候应该广告打蛮凶的，应该大家都知道 PE 冰险，那个掩护冰险这个人。好，这边人墙我们要穿过去吧。好，那我们进这边梦魇之境，这边有个玛丽兄弟，这边跳。回想起昔日风光的岁月啊！哦，我那波澜壮阔的一生，一度辉煌不久的名作，仿佛历历在目啊！啊，过去说的话，就好像走马灯一般在我眼前闪过。难道这是怎么回事？力量再度回到我身上了，我的生命再度燃烧起来了！啊，你们来得正好，见证我燃烧的青春吧！就是要打架，原来是回光返照吗？恐怕是我的时辰已经到了。年轻人啊，这是我年轻时所使用的东西，就送给你吧，不要让它和我一起埋没了。达摩斯光剑，天父、耶稣、佛祖、阿拉妈祖，你们来争取我的吗？别争，别争，别争，大家排队。等一下，我再抽签决定要上哪去。这公仔是什么？结果看不出来。这个不能点。这个可以点，可是没有事件发生。以前哥吉拉是不是很红啊？就是一堆哥吉拉。在讲话，
哎，都点不到它。这可是我的珍藏品哦！噔噔噔噔，剑圣五音咒十六分之一人物模型，这可是限量版，市面上买不到的哦。看看这个，看看这个，锵锵锵锵，梦幻一品精装版殷千阳，每套还有附精美人物设定手绘稿呢。还有吗？再来，手工定制冷月人形，你看这个，这个衣服可是手绣的哦，而且是真丝呢，做的多么精致啊！啊，这个是我最宝贝的。细胶填充，最新科技拟人肤质，这个头发还是生化工程最新研发出来的，你看这个触感真太棒了。 OK， 就这样。所以这个人是个变态吗？感觉这个人是气化哦。好，武器美工刀、西瓜刀、折凳，这应该也是美术吧？防具、长袍、钩子、奏架、道具、万金油、云南白药，睡觉好像想这些东西，可怜啊。什么好老的广告，当时又不老，是我们老了。他是 QOO 没错啊，可是是我们老了，不是他老好吗？好，最后一个。哎，这个长头发女生哦，这个是编剧吗？哎，感觉这个是编剧哦，这个是学，她叫学姐嘛。哦，有可能是哦，这边应该是没战斗了，我记得。真是有心人啊，见我们来到这里，我也不好失礼，就让我们见识见识传说中的禁断的秘技吧。欸，有没有吓一跳啊？这个是我成名技哦。再看一次，这是以前 Windows 98会出现的视窗，我靠，天哪！OK， 很好。啊，无尽的 bug 啊！这应该是程式人员啊，会讲 bug 的话，你也知道，你的 bug 有你的 bug， 我们才可以在那个悬空室拿无限的道具。然后去买那些防具跟武器洗钱，只是有点超突然的吧？啊，来了吗？那好，今天咱们体验心碎男子汉的热血吧！啊！听我唱歌吧！啊，不是要听你唱歌。不愧是能坚持到这个了，我输了。这是热血男儿心血结晶，再次男的处女座。你怕以后买不到吗？不用担心，现在免费送给你听。得到神秘专辑 CD， 等待最后一盏路灯。别吵我，我要细细品尝心碎的滋味。好，这是什么？等待最后一盏灯。达摩关键怎么像一个笛子啊？好，有何贵司？哦，你是买正版的啊？要支持正版软体哦。啊，对了对了，最后一盏路灯那块 CD 不是没有歌词吗？我跟你讲啊，你去问八极拳师范，他好像把歌词拿去不晓得做什么用了。哎，我刚刚还要走回去吧？好像就穿越人墙一次，对不对 ？OK， 很好，是吧？
剧情起伏对白感情 表情桥段暂且进度啊！我怎么了？哎，我回血嘞！哦，还要讲编剧啊，那应该就是他了。好，我们拿达摩时光剑来，不是、啊、拿那个装甲来问他。哎，怎么还是一样？哎，不是叫我拿装甲来问你吗？啊，我知道了。我可以点开来给他吗？不行，不能点。然后他不是有歌词的话，可以跟他拿给他吗？不行，好吧，不行就算。两百块工作室就这样，我们可以拿到这些道具啊，就是达摩斯光剑啊，风火轮改、可选面啊，系列专辑啊。欸、大概都是这样子啊，然后我也不知道这些是干嘛的，反正就是这样子的。好，就这样。好，那我们这边再把它剪成一集吧。好，暗黑擂台打赢魔将，得到40000的经验值啊。然后今天的至尊无敌暗黑五霸再次现灵，得到390000刷，一套名冠神卡以及巴洛邪神。烂东西，这些都有了，所以挑战这个是超没用的。然后可以再重新再打一次，但不需要打了。好，大家就这样子啊。那、啊、这些东西我们都可以在玄公司拿到了。所以如果没有那个 bug 的话，其实要来打。还、啊、有这个 bug， 其实根本不用来打了。好、啊，我们要前往地界啦。